料停机，第一步先停止下料电机，先停止下料，在前方不出物料之后关闭切刀电机，关闭切刀电机，把切刀退出，打开切刀台，关闭主机，关闭主机之后，卸下四个螺丝，卸下机头之后开启主机，空转一分钟之后抽出螺杆，待前方没有物料挤出之后关闭主机，抽出螺杆即可，用专用工具把螺杆拉出即可。清理螺纹上的余料，清理干净，重新装回即可完成。